那自从混元的图示视频模型发布之后呢，其实，在社区里边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，混元的图示视频和 One 这个模型到底谁更好一些？很多人呢也做了很多的测试，其实呢，我的答案还是说，不同的场景可能模型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答案呢非常的辩证法，是吧？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，其实呢，One 这个模型在图像到视频的动态性上呢表现会更强，能够生成更加丰富的动作和场景的变化。而混元的 i2v 这个模型的话呢，它其实重点在于视频的对齐和生成的稳定性上，那它在这方面呢会更胜一筹，尤其呢比较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的细节，但是它的动态性的确是稍显不足的，因为呢，它受那个提示图片的约束呢是比较强的。但是 One 这个模型一般是可以按照你的提示词来生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，虽然有的时候呢看上去不太合理，或者是效果不是那么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混元这个模型它到底应该怎么去生成视频，或者它在哪些表现上会更好一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依然是在云平台上来给大家做一下测试。我们用的平台呢依然是 Running Hub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点 AI 进到这个平台里边，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，就可以导入和新建你自己的工作流了。那今天我们用的工作流是混元的 ConfUI 原生版。那在这个工作流里边的话呢，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你加载这个主模型的时候，就是权重类型要选择 FP8 啊，要不然呢，它加载进来是整个25个G 加载进来，这个运行的速度是很慢的，而且呢，即便在云平台上，也有可能是爆显存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测试呢，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人物的一致性，也就是我们会测试这个人物在变成动画之后，这个人物还能不能看出来是哪个人啊，还是说他会走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表情，因为呢，混元呢一直在说他的表情是比较到位的，那我们就看一下他在这种细致表情的表现上到底怎么样。那这儿我们会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近景的表情，也就是面部特写，另外呢就是一个复杂的动作加上一个表情啊，再往下边呢就是基础动作。基础动作就是简单的跳舞啊什么的，另外的话呢就是特写动作，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场景里边的动作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会有这个一些动作流畅性的测试，还有呢就是在叙事方面，因为他也提到了他在这种电影画面或者是叙事上混元的表现会更好，那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也需要测一下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关于特殊镜头的一些展现，那也是我们今天测试的范围。那如果你想做好这个测试的话呢，你首先需要有一些基础知识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关于提示词。大家可以打开混元的 i2v，也就是图片到视频这个模型的 GitHub 的首页。那在这里边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往下找，它这儿有一个目录，这目录里边有一项叫做使用技巧，在这个位置叫使用图片转视频模型的技巧。那我们点开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它这儿有关于提示词的一些说明。那就是提示词的话呢，尽量的要保证简短且切中要点。那么它的结构主要包含第一个主要主题，那视频聚焦在哪个主题或者哪个焦点上？第二个正要发生的动作是什么，或者正要发生的活动是什么？另外就是背景和摄影机的角度，这个都是可选的。它这儿有一个要避免什么啊？避免什么呢？就是避免过于详细的提示，过于冗长或者是详细的提示词呢，可能会导致视频输出当中出现不必要的尾影和转换。它这也有一些例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所以说呢，下边我们就来训练一个基础的提示词的生成器。这儿呢，我之前写过一个 SkyReels 的，我觉得很像啊，所以说我就这样来写就行了。这儿呢，我先写了一个 system 的 instruction。那我将会提供给你一张图片，你要把这张图片呢假想成视频的第一帧，然后的话呢，你需要用一个短句来说明视频的角色正在做什么啊。具体的要求如下：第一，尽可能简短，简短的说明角色的动作；第二个，要用英文和中文两种形式返回；第三，只要说明什么人做什么事儿即可，不用说环境，也不用说角色的这个外观衣着，这都不用说。另外的话就是动作啊，一定是连续的动作，而不是单一的状态。那四五六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事情，
第五说动作尽可能的大，避免单纯的面部表情啊。第六个是动作要是动态的，要充满动感。第七个是说，如果可能的话呢，尽量的说明啊运动的方向。这儿有一个这个尽量避免单纯的面部表情，这个我觉得不用这样写啊，我们把它改一下。下边呢，我们可以告诉 Gemini 这个 thinking 模型，就是推理模型，告诉他我更新了 system instruction，请你注意这句很重要啊，在任何大模型里边，如果你写了 system instruction 呢，一定用这样一句话提醒他。他会用他自己的理解把你的要求呢再说一遍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在他的记忆力机制里边呢会有一个加强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生成提示词了。好，我们先来测第一个，那我们先来测一下角色的一致性。打开我们的工作流，然后呢，我们上传第一张图片，一个古典的美女，面部很清楚。下边呢，我们写一下它的提示词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，然后上传一个图片，我把这收起来啊。好，现在已经传完了。发给他啊，他会按照这个图片的来帮你生成提示词。他也很简短啊，说女孩正在向左转头，不用管左右啊，是我要求的，必须说明方向。然后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换掉。注意帧数，我现在是73帧啊，我觉得还是够长的。下边呢，我们运行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女孩呢在向左转头，那我们看一下她整个的这个一致性的保持，放这边吧，那边有点挡着是吧？看一下，一致性的保持程度在多少呢？我觉得80到85啊，这是我给她的评分。我现在依然保持这个观点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其实转过来之后呢，不如 One 保持的那么好，她其实是稍微有一些变化的。虽然呢能看出来是同一个人啊，但是眉眼之间呢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确这个细节的表情展现的是比较灵动的。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表情，有两个啊，我们先测一下第一个。这个呢我们先生成提示词吧，然后上传。我想让它生成一个含泪微笑的表情。所以说，我在这儿引导他一下，因为你要让他生成，他生成的不见得是这样一个表情，没有引导成功啊，我们再说一下吧。所以说呢，人工智能总是有概率的，它有的时候是可以，有的时候不可以。女子抬头，含泪微笑，两个动作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粘上去之后，我们把那个 look up 给它删了啊。好，下边呢，我们来生成一遍，大家感觉一下。这儿没有显示出来啊，我们通过这儿来看，微笑的表情是有的啊，含泪这个看不出来，所以说你会发现复杂动作它可能支持不了，对吧？简单动作是可以的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它的中景的表情，我们加上一个奔跑的动作啊，就是奔跑然后哭泣。同样，我们来生成这个提示词。上传图片，它现在已经生成提示词了啊，那我们把它拷贝到我们的提示词的这个输入框里边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生成一下。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啊，因为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得看一下这个行不行。好像有点瘸腿儿是吧？这个表情呢也比较契合啊，但是。这个动作的确是不敢恭维，所以说这个动作的流畅性从何谈起呢？这是我们测的一个关于表情的啊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，就是你可以用一个单一的表情，尽量的不要用复杂的动作，比方说我们说微笑着流泪，那可以微笑，但是流泪好像做不到。那奔跑着哭泣呢？哎，这个我就不说了，是吧？这不能看多了，看多了觉得难受啊。好，下边呢，我们进行下一个测试。下一个测试呢是关于动作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础动作。这个呢我就不生成提示词了啊，我直接写就行了。那我们写成女孩正在跳舞，is dancing。然后呢我们生成一遍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还是挺棒的啊，人物的一致性的确我们也能看出来，顶多80分啊。那总体的跳舞的这一种常见动作，你会发现它展现的还是很棒的。下边呢，我们来一个比较特殊的动作，就是一个特写的。
先生成提示词，它这个很简单，人正在倒茶，我觉得也挺好。这个可能也看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吧？我们来跑一遍试一下啊，我们把提示词粘上，换这个图片。你注意啊，这个呢我们叫做特写动作，因为这里边的话呢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手拿茶壶，还有这个茶汤的这个滴落的情况啊，包括这个叫蒸汽是吧？它整个的表现。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会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写的动作，是不是非常的棒，对吧？因为这里边没有人物啊，看茶水流出来，啊，热气腾腾，手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会发现它在特写动作上面的确表现是非常棒的啊，可能比 One 这个模型要好一些。下一个呢是一个特殊的动作，那这个特殊在哪儿呢？那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。这张图片呢，是一个古典美女在这个两个摩天大楼中间走这个绳子啊。我们看一下她能不能把这个动作表现出来。当然，我也不知道提示词该咋写，所以说我们同样是用提示词生成器，让我们把这个传上去。因为我希望她是走嘛，所以说我这儿引导她一下啊。女子在绳子上行走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粘到这个地方。这个效果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啊。我们看一下它出来是一个什么情况。大家看一下，行走这个没有出来，但是它有一定的动作，所以说，尽量呢，不要让它表现这种极端环境下的或者不常见的这个动作，这是我们说的这种特殊动作啊。那下边呢，我们测一下动作的流畅性。那这儿呢，同样是一个特写的动作，我们上传一下图片。它给的提示词是女孩正在向左挥剑，这个动作比较单一啊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。我们试一下，首先上传这张图片，然后呢，我们把提示词粘上。好，下边呢，我们跑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前边还行，就是后边这个出现转头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习惯。所以说呢，这种大幅的动作可能它表现起来也是有问题的。那这种视频你要用的话，只能截前面这几帧，不能整个都用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动作的流畅性啊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。下边我们测一下关于故事性的啊，我们先生成提示词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人正在下棋吧。好，我们跑一下。这个。我觉得也一般，两个人基本没有动，然后手呢，不知道是在干啥。可能我设的这个场景不太合适啊，但是他们这个动作的确是不符合下棋的这个动作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表现就一般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特殊镜头，那就是我希望它是个镜头动画。我们先来生成提示词，我叫运镜动画吧，它用的是 zoom in，zoom in 也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因为这属于最简单的镜头动画，我们试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有这个镜头缓慢推进的这个效果是吧？还是不错的啊。下边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依然是一个特殊镜头的，我希望是镜头推进到美女的脸，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实现这个复杂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换一下图片，把提示词换掉啊。下边呢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动画其实是没有出来的啊，就是一个常规的动作。那通过我们这些测试的话呢，大家也能够知道它呢能实现简单的动作，但是复杂的动作是不可以的。常规的动作是可以的，具有创新性质的动作，比方那个女孩站在高空那个绳子上啊，包括有一些特写的像挥剑的那个动作，它虽然可以表现出来，但是后边会有问题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它的镜头语言呢其实是不够的，不能体现特别好的镜头语言。假如说你要是一个创意内容的创作者啊，比方说你经常去做一些社交媒体啊，或者做一些比较另类的或者具有动感的这种视频的话，那你可以使用 One。
那如果你需要做一些高保真的或者稳定性的一些视频，比方说电影的预览、产品的介绍啊、教育的视频，这个呢是可以使用混元的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